今天拿一个报纸和这个一个小小软和这个纸搁中间，我手一摆，你就搁这摆着，我出一点气，面子心就跑了。香港来五个人，两个小姐，那光上杂志登上还有气功啊，我说有，多长时间？一口气，我说一小时，不可能嘛，哪那么长时间呢？我就不相信了，他不相信。咱们的男生们，两位小姐，我说试试看啊，我说手一摆，你这摆个面子心，我躺这了，我说手一摆，这两个小姐面子心摆着，他也不敢眨眼，那一眨眼看我就跑不掉了，往这样，这样看。啊，一个钟头，一个钟头到了，详细来，详细来。韩国也来了两个人，来，他看到咱俩就登过，说话有气度，他们也不相信。但是一看，气是肚子是要到丹田还是到胃部？到心。那我们的那个丹田是凹进去还是？叫热心。凹下去还是什么？叫热心，等于没有心，等于没有心。你要是一下子一些吸完了，一个小时，不相信，那就到不了一小时嘛，那这个各个面这些跑了吗？哎，慢慢来练功夫，再慢慢来，慢慢来就成功了。任何人都会，都能会练，就看有没有恒心、信心。有没有练三天两天的还不行？哎，算了，不练了，因为有什么好？就是这样想的，啊，哎，你现在想练功夫吗？那我们就慢慢练练，就成功了。有气才有力，这叫什么呢？叫鬼气大法。千年的鳖，万年的龟，所以叫鬼气。所以每天练，每天练练。是吸一个钟头啊，还是吐一个钟头？吸广吃不吐。吸。吸，广吸不吐，一个小时。广吸不吐。广吸不吐，一个小时。吸的时候不是，这样凹进去。这是各个面纸屑，这手一摆，各个面纸屑，吐一点气，面纸屑就会跑掉。你要广吸不吐呢，这个面纸屑呢永远不动。两位小姐这样看，啊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的想想，想想。对，光吸不吐。哎，对，我们练功夫啊，信心、恒心、耐心，我们要有信心。你有信心，天天练练，成功了。找一些观点来，要做给他们看一下。好，你老师来，你起来，我们起来用做的。